郑爽、张翰因复合，张翰五个字回应：遇见小可爱。自从郑爽和张恒传出分手的消息之后，事业心强了不少，营业时间变多，粉丝纷纷直呼满足。同时，郑爽、张翰复合的传闻也不胫而走，而张翰社交软件上的留言大多是求两个人复合，还起名为世纪大复合。作为郑爽公开多年的好友马天宇，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和张翰互动，也被不少人觉得颇有深意。而张翰和郑爽发的新年祝福，在大家看来非常对仗。2020年1月1日0点0分，郑爽宣布回归微博，主动发文新年快乐，并配了一个爱心。随后张翰在0点1分发文新年快乐爱，也配了一个爱心，这令不少网友揣测两个人要来一个世纪大复合。还有网友直言当年两个人在一起时就有很多的迹象。而随后张翰又发微博遇见小可爱，仿佛在隔空回应粉丝们的喊话，毕竟郑爽当年就是他的小仙女啊。网友们期待郑爽张翰的世纪大复合的原因，除了两个人都是单身颜值相配以外，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爽妹子当初和张翰在一起的时候最为开心和快乐，往后遇见的感情确实都不尽人意。无论如何，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各自安好吧。